亲爱的家人，感谢神，我们又来到情与炉的时间。我相信在这样的一个时刻，上帝要带领你，带领我进入他的怀抱，在他的怀中，我们可以享受真正的安息，好不好？就在这个时刻，我要邀请每一位在主内的家人，不论你现在在什么地方，不论你正处在什么样的境况当中，就在这个时刻，让我们单单的唯一来到这位爱我们的神面前。我们可以放轻松，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挂虑，把任何一切我们觉得好像会搅扰我们的，我们都放下来，我们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父神，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呼召你的儿女要来到你的面前。主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单单的仰望你，我们要注目在你的身上。唯有你是我们的神，唯有你是我们的盼望，我们的仰望。当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单单从你那里来饮生命的活水。父神，我们谢谢你。好，我要邀请每位家人，我们就一起向神来祷告。你可以在灵里更多的来祷告，我们在灵里与神来对齐，我们在灵里，我们渴慕他，渴慕让他更多的拥有我们，渴慕我们能够更多的、更多的被他来拥有。我们一起来祷告。沙啦啦啦吧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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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苏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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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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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苦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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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哒哒哒哒哒，苦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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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苦嗦哒哒哒哒哒哒哒，苦啦啦啦啦啦，苦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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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啦啦啦啦啦啦，苦嗦啦吧吧吧吧吧，嘎沙吧啦啦啦啦，苦嗦啦啦吧吧吧吧吧。咿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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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啦，个沙巴巴巴巴巴，呼啦啦啦个沙哒哒啦啦，个沙巴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巴巴巴，咿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哒哒啦啦啦啦，巴巴巴巴巴巴，呼啦啦啦啦个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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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啦啦个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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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啦啦啦啦啦啦个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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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巴啦啦个沙巴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卡啦啦啦个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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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啦啦啦啦个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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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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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卡啦啦啦啦个嗦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巴巴巴，卡啦啦啦啦个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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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啦啦啦个嗦啦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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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巴巴。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巴啦个沙啦啦啦啦个啦巴巴巴巴巴巴，呀巴啦啦啦个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巴巴巴个沙巴巴巴巴，呀啦啦啦个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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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个啦啦个啦，呼啦啦啦个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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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个啦巴啦巴巴巴，啊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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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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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巴啦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啦啦个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啦啦个沙啦巴巴巴巴巴巴，哈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巴巴巴啦巴啦个啦个啦个啦，呼啦啦啦啦啦啦个嗦啦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巴巴巴巴巴巴，哈啦啦啦个沙巴啦啦啦个啦巴巴啦啦个啦啦个啦巴啦个啦巴巴巴，呼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啦啦啦个啦巴啦啦啦个啦啦个啦巴巴巴，哈啦啦啦啦个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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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呼啦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啦个沙巴啦巴巴巴巴巴巴，哈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巴巴巴啦啦啦个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巴巴巴巴啦啦啦，呼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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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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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呼啦啦啦啦个嗦，啦啦啦啦啦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哈啦啦啦啦个嗦，啦啦巴巴巴巴巴啦巴巴巴巴巴。呼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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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嘛啦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巴巴巴巴，啊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巴巴啦，个沙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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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呼啦啦啦啦个啦啦巴巴巴巴巴啦，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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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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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
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谢谢你，你说你要做我们的父，我们要做你的孩子，你用上好的袍子为我们穿上，你为我们戴上华丽的戒指，你为我们穿上鞋子，代表我们是被你接纳的。父神，我们要赞美你，谢谢你，因为你说我们就是你的孩子，我们单单来到你的面前，帮助我们更深的来敬拜你，帮助我们知道在任何的情况当中，唯有你是神，唯有你是我们的君王。父神，我们要单单的敬拜你。之处充满盼望。
父神，我们要谢谢你，在这一路上你都陪伴，你都带领，谢谢你继续牵着我们的手，谢谢你继续的在我们右手边扶持我们，帮助我们，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要单单敬拜你，你是信实的神，你说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你的慈爱永远不离开我们。我们要为你的信实在你面前敬拜你，向你欢呼，为着你是这样信实的神，我们真的是要满心喜乐的来到你的面前。主啊，你超乎我们想象的美好，你超乎我们想象的荣耀，父神，我们单单的敬拜你。神，你何等荣耀！主啊，我们就是要单单的来敬拜你，称颂你。荣耀的君王，我敬。
下人间，唯有你是神，我们单单尊崇你，我们单单尊崇你，敬拜你，不是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主啊，我们何等何等何等恩典可以来到你的面前。在今天这样的一个时刻，我们要特别的来默想一段经文。今天的主题是我们要在神的里面找到真实的平安。我相信当我们在敬拜他，当我们真实的来敬拜他，就是一位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同时，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真实的平安，因为在他里面才有真平安。在诗篇29篇10到11节，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诗篇29篇10到11节，我们可以再来宣读一次。洪水泛滥之时，耶和华坐着为王，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对于诗篇的作者来说，当他看见洪水泛滥之时，他看到的不只是洪水泛滥，他看到的更真实的一件事情是耶和华坐着为王，而且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这是他最真实的看见。因此他可以凭信心宣告说，耶和华必赐力量给他的百姓，耶和华必赐平安的福给他的百姓，因为耶和华掌权作王直到永远。因为耶和华大过任何一切的洪水泛滥，耶和华大过一切我们看来是不能掌握的，是对我们来说甚至是无力无助的环境，但神大过这一切。所以我要邀请每位亲爱的家人，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寻求神。可能我们每一个人在不同的处境、不同的状况里面，就像诗篇的作者，他正在洪水泛滥之时，但是他看见了耶和华坐着为王。而我们要看见什么呢？我相信今天在这样的一段时间里面，我们来到神的面前寻求神，求神来启示我们，父啊，你要我们看见什么？在我们的所处的环境当中，你要我们看见什么？好吧，我们就一起向他来祷告，我们来寻求他的面，感谢神，因为他应许说，当我们寻求他的面，我们就必寻见。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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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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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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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哈啦啦啦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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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咿啦啦啦啦波沙啦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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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巴巴巴啦啦个沙巴巴啦啦个西啦啦啦啦啦啦，呼啦啦啦啦啦个沙啦啦巴巴巴巴巴巴巴啦巴巴巴，哈啦啦啦啦个沙巴巴巴巴巴巴巴。
刚刚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好像看见有一个树，有一棵树，它的树干上，在它的裂缝的地方，长出了一朵美丽的花。我觉得上帝好像说，他是可以让人在绝处逢生的神。也许在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在一些环境上你觉得有一种甚至是绝望，但是我感觉上帝要来鼓励你，抬起你的头，抬起你的脸，去看见上帝。上帝是那一位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
上帝要在你的生命当中来行作奇事，因为他使不可能变为可能。而上帝这样的特性特质正是你所需要的，这也是上帝知道的。我感觉好像上帝要鼓励我们的家人，就是把你的一切，你觉得是劳苦重担的，你觉得是绝望的，你觉得是失望的，把它交给神，交给他，信靠他，然后学习在他里面放心，因为知道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好吧，我要鼓励这样的弟兄姐妹，我们为自己来祷告。在祷告当中，你可以把你的任何一切的你觉得是软弱，甚至是你觉得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说了，但是我相信圣灵要帮助你来祷告。现在当你开口来祷告，你把你的一切需要交给上帝，当你来祷告，圣灵会把你的一切重担先帮助你交托给神。而当你这样祷告的时候，神要来使你有信心去看见他是不可能变为可能，他要在你的生命中做这样的启示。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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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呼啦啦啦啦啦啦啦，我说啦啦啦巴巴巴巴，呼啦啦啦，我说巴巴巴巴巴，哈啦啦，我说巴啦啦巴巴巴巴，一啦啦啦，我说巴啦巴啦啦，我说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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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一啦啦啦啦啦，我说啦啦啦啦啦，我说巴巴巴巴巴巴巴，呼啦啦啦，我说啦啦巴巴巴巴巴巴巴，我说巴啦巴巴巴，哈啦啦啦，我说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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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巴。一啦啦啦啦啦，我说滴啊滴啦啦啦啦啦，叭叭叭叭，呼啦啦啦啦，我说叭啦叭叭叭叭叭叭，一啦啦啦啦啦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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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啦啦啦啦啦，我说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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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呼啦啦啦啦，我说哒哒哒，我说啦啦啦啦啦啦，我说叭叭叭叭，啊啦啦啦，我哒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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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叭叭叭啦叭叭。一啦啦叭叭叭叭叭叭叭，那个那个什么叭叭叭叭叭叭，啊啦啦啦个什么叭叭叭叭，那个那个那个啦叭叭叭，啊啦啦啦个什么啦啦啦啦个什么啦叭叭叭叭，啊啦啦啦个什么啦啦叭叭叭叭叭叭，啊啦啦个什么啦个啦个啦个啦叭叭啦个啦叭叭，一啦啦啦啦个什么啦啦啦啦个啦叭叭叭叭叭叭叭，啊啦啦啦啦个啦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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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啊啦啦啦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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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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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啦，尤其把我们不能做的、做不到的、我们没有办法的交在你的手中。我们甚至不知道该怎么做的时候，主要帮助我们。像诗篇的作者一样，他说，我单单仰望神，我要仰望你，因为我的帮助从你而来。你是我的帮助，你是我的力量，你是我的高台。主，我从哪里可以找到帮助？唯有在你身上。谢谢你，你是背负我劳苦重担的神。谢谢你，你在我生命中，你是使不可能变为可能的神。打开我信心的眼睛，让我看见你何等真实。你的全能全知超过我能想象，你正在预备我前方的道路，你正在预备我当下在那个我觉得不容易的时刻的需要。谢谢你，你是耶和华以勒的神。谢谢主，我就是要单单把自己交给你，求你继续的来带领。父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在刚刚祷告的时候，我看到一个图像，我看到有一个旅人，
背了一个好大的包包，然后走进森林里面。那个森林里面树很茂密，以至于他在里面他觉得好阴暗，然后他觉得地上很难走，因为充满了荆棘，让他很难再跨下去，他又好疲累，于是他就坐下来，把他的包包放下来，从包包拿出来是一个好大好大的指南针。原来那个好大的包包里面是一个很大的指南针，因为他觉得他要依靠这个指南针，他才知道方向。但是这个指南针真的太大太重了，成为他的担子，以至于他现在背不动了，他只好坐下来。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当他抬起头，好像从那个树叶之间的细缝有光照进来，那个光让他在森林里面觉得很温暖，然后让他在森林里面好像也不再那么害怕。我感觉到好像我们视频前面的家人，有人现在在这样的情况，他觉得他好累，他觉得他现在好像已经累得没有办法往前走。他好像坐下来，他在休息，但是他心里又很不安。我觉得这个指南针好像这个家人，他总是依靠着自己在找方向，但是这个指南针却成为他的担子。好像从树上面来的那个亮光，就像我们的神，他今天要对这样的家人说，放下吧，放下你过去所依靠的，你抬头来看我。在那个树上面，那个阳光就像我一样，我永远就是在那里，只要你抬头看，你就可以看到我。我是那个可以指引你方向，可以照亮你脚前路的那一位。好像在这旅人一路上，有一些小花就是在路边，但他眼睛好像只看到那个荆棘，看到那个阻碍他往前行的。好像今天神也要提醒这样的家人说，好不好，除了看到的那些困难，你有没有看到一些我与你同在的印记？我是不离弃你的神，我是以马内利与你同在的神。当你安静下来，你就可以看见我与你同在的印记。好不好，让我们的眼睛不看环境，不看困难，让我们单单转向神。耶和华是我的亮光，是我的拯救，我还怕谁呢？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我还惧谁呢？是主啊，我们要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单单要来寻求你。谢谢主，你是信实的神，你的慈爱永不改变。你说你是与我们同在的神，你必与我们同在。
是主啊，感谢你赐下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叫你的话语就成为我们那个前进的亮光，叫你的话语就要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叫我们不再依靠自己去找方向去往前进，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来依靠你，怎么样的来跟随你，知道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们性命的保障。主啊，谢谢你，谢谢你赐下你自己来成为我们的拯救，来成为我们的亮光。赞美主，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谢谢你，主，谢谢你让我们可以将一切的重担忧虑卸在你的面前，因为知道主你与我们同在，主你与我们同在，我们就没有任何可以惧怕的了。谢谢主。觉得好像在祷告当中也领受到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许多的家人可能在你的公司或者是在工作上面没有办法看到前面的方向，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甚至许多人为着财务有很多的担忧跟挂虑。觉得好像领受到一段经文，就是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将我们所要的来告诉神，神所赐的平安必要来保守我们的每一个心怀一念。好不好，我们有一些的时间我们为自己这样的情况来祷告，我们真的将我们对未来对财务上的一切的担忧跟挂虑，也许大环境的影响让我们现在好像什么都无法做，但是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仍然坐着为王，他仍然掌权，他掌权在每一个环境当中，在大环境当中耶和华掌权，在自然界中耶和华也掌权。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我真的为自己来祷告。
是乐意赐福赐平安于我们的神。主啊，你说天上的飞鸟也不种也不收，主你全然的看顾。主，我们知道你爱我们，主，以至于我们可以把我们身上的这些忧虑重担真的全然的卸给你，因为你全然的看顾我们，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和仰望你慈爱的人。主，你看顾我们每一个人所在的环境，心中的一切的忧虑，主，我们相信你全然的掌权。我们再一次的把我们所祷告祈求的全然的交托，相信神你全然的保护，全然的带领跟看顾。谢谢主，哈利路亚。父神，谢谢你，因为你应许你的道路全是平安。主啊，你知道，特别在当我们在财务上、在经济上，我们觉得特别有压力，不容易。但是主啊，你说我们可以一无挂虑。主啊，帮助我们，让我们寻求你的方式，你的原则，你在圣经当中的教导，让我们按着你的方式来过生活，按着你的方式来面对我们的财务，因为你说你的道路尽是平安。主啊，就恳求你帮助我们，你也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你，因为你应许你天天供应我们的需要，你是赐我们日用饮食的神。主啊，我们赞美你。主啊，就帮助我们，让我们按着你的真理，我们来面对我们的财务，按着你的真理来回应，按着你的真理来交托给你我们的需要。主啊，你就会来帮助我们。父神，我们谢谢你，赞美你。主要当我们寻求你的原则，你的方式，我们就要经历到你的道路尽是平安。你所赐给我们的话语，你的原则都是平安，带领我们走在这样平安的路上。父神，我们谢谢你，赞美你。我要来邀请每位家人，就着我们刚刚我们一起所领受的，刚刚神启示你的，我们就依着神自己的话语跟带领，我们来领受神的平安。我们就相信神的启示，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要领受这个平安。就像诗篇的作者说，耶和华你坐着为王，所以我相信你必赐力量，必赐平安的福给我们。我们来领受神的平安，领受神的力量。
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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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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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圣经应许信靠你的人大有平安，我们就下来信靠，信靠他。主啊，我们是敞开心敞开我们的灵来领受你给我们的平安，主啊，领受你给我们的平安，就着你向我们启示的，我们相信那就是你给我们的应许，你要使我们在其中领受真正的平安。当我们信靠你的时候，沙巴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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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哭啦啦啦个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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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沙啦啦啦。哭啦啦啦啦个嗦，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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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哒啦个啦啦啦。哈啦啦啦个嗦，哒哒哒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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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啪。嘿，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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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父神，我们要谢谢你，因为你应许信靠你的人大有平安，什么都不能使他们半跌。主要在我们脚下所走的每一步路，当我们信靠你，你就使我们所走的路径都要低下之油，都要成为你陪伴我们最美的印记，最美的记号。父神，我们赞美你，谢谢你。我们可以有一点在灵里，我们就是安静的时间。我相信神要赐下更深邃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住在耶和华的真平安里面。
当我们再次再来敬拜神的时候，我相信我们也是再次用我们的生命，用我们的口来宣告，也是我们相信你，你就是我们的平安，我们单单的依靠你。是奉耶稣的名宣告说，天上的飞鸟不种也不收，天父尚且养活他们，更何况是你，更何况是我。我们所需要的天父是知道的，当我们注目在他身上，我们仰望他，他就成为我们随时随地的帮助，因为他也应许我们可以坦然无惧来到施恩宝座前。父神，我们谢谢你，我们就是来到施恩的宝座前，谢谢你让我们今天在你里面，我们领受唯有在你里面有真正的平安，你就是我们的平安，你就是我们的盼望，我们单单的依靠你。我们今天的晴雨炉就到这个地方，相信上帝要继续的带领你，带领我，我们一起走在平安的路上。当我们信靠他，我们就大有平安。愿上帝祝福每一位亲爱的家人。